怎么说贱呢？他们行李帮我们收起来了。等一下要用钱买行李，真的假的？关系着我们的 lunch， 不会吧？ lunch 不会吧？来跟我买吧。生存奖金8000，劳动奖金1000，只有1000块，你连崩杯，选不起，选不起，两个，阿仔应该偷地租在吃点青菜，对吗？选不起，连菜也吃不起啊！我天，从你家来了吗？他是花莲的，快有种子妈妈 ！Oh my god！ OK， 哎、欸，海龟，有海龟，有海龟啊！前进，龙哥，让你两个看一下，你竟然鼻酸。你还多点了一道鸡。现在竟然怪我刚刚买鸡给你们吃。男口干不能共舞了，我多花2500啊！我们已经完全就是被击溃的，现在又要内讧。我居然在这个地方做这种事情，我的天哪！